战大现场，我是芝麻。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好玩的现场。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又来到了哪里呢？这里就是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怀仁村。别看这个村子小，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而且非常非常特别。那它究竟特别在哪儿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位于榆次区张庆乡的怀仁村是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晋中小村。别看村落普普通通，但有一样手工艺却远近闻名，那就是酿造食用醋。从明朝初年开始，这里就出现了第一家酿醋作坊。据古书记载，中国人早在3000年前就发明了食用醋。酿造食用醋一般是将玉米、高粱、大麦等五谷杂粮研碎作为原料，然后经过发酵、熏焙、蒸馏等工艺流程，最后还要放置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成为我们餐桌上吃的醋。今天生活在这里的老乡们几乎都与酿醋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以村为单位来计算，怀仁村食用醋的产量和销售量都是全国第一，这是一个真正的醋乡。正因为如此，让怀仁村享有了山西酿醋第一村的美誉。哇，看来怀仁村的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醋乡。那我们今天的挑战大现场，挑战的任务就和醋有紧密的联系。作为山西醋乡的孩子，今天挑战的队员们一定对醋有着特殊的认识，和醋有过特别的接触。那么今天究竟是谁能够如此幸运获得来到我们的现场进行挑战的机会呢？我叫张哲元清，来自榆次晋华小学。我叫郝怡然，来自榆次太行小学。我叫倪昌哥，来自榆次义福小学。我们的口号是团结协作，智者比拼，挑战大现场，榆次对抗。我叫柳汉翔，来自太古明星小学。我叫胡佑天，来自太古明星小学。我叫杨新章，来自太古实验小学。我们的口号是太古联队出类拔萃，挑战现场我们最强。同学一出场，口号响当当，两队队员出场仪式啊，让我感觉他们精神饱满。我们的比赛啊，都和醋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究竟他们谁喝醋喝得更多呢？第一轮我们比的就是喝醋。开个玩笑，马上进入今天比赛的第一轮对抗大竞技，酿醋原料我来选。小伙伴集体跳跃站在台上。你一定吃过醋，但是你见过这么多醋吗？没错，这么多坛都是山西著名的老陈醋。春节吃饺子的时候，你蘸的也许就是这种醋，味道非常的醇香和酸。那我请问你，你知道这样的山西老陈醋是用哪些原料酿造的吗？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那同学们究竟能否找到正确答案呢？对抗大竞技，酿醋原料我来选。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在现场我们为同学们准备了10种原料五谷杂粮，但是真正酿造山西老陈醋只需要其中的4种。我们的队员们要做出判断，选出你们认为是正确的酿制老陈醋的原料。每次啊，一个来回只能选1种原料，把它装到袋子里，放在筐中运送到终点。我们的起点终点都在遥远的那一侧，整个跑道的长度50米，一个来回就是100米。你们不是自由的跑，而是用我手上的红布条把你们的腿绑住，3人4组往返跑取原料。比赛时间是8分钟，我们最终的衡量标准是每队选中的正确原料的重量，哪队更重，哪队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谁会获胜？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三、
二一抓，一二一二。你们要考虑清楚啊，是四轮啊，拿四样东西呢，一开始快不见得最后就一定快，而且选对东西很重要。看来双方队员对三人四足行进的游戏并不陌生，第一轮大家走得都非常顺畅，而且速度也很快。大家一整块慢点说，快点，哎呦，快点，张姐，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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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浪费，往回，来来来，不要浪费，你撑开撑开，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太好了吧，来，这容易走走走走，不要了，好，你们可能拿一样东西只有一次机会啊，一二一二，离太古联队选取一种原料后迅速开始了折返，他们几乎是在向终点飞奔而去，跑步小跑，一二一二，为了追赶太古联队，鱼刺联队的队员开始走得有些踉踉跄跄了。腿上难受吗？难受，哪儿难受？气大下雨。其实像这样的游戏，要想走得又快又稳，最关键的是三名队员要尽量做到步调一致。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一二一，走。第二轮折返，太古联队继续保持着又快又稳的态势。快点，来，咱往那边点，往那边移一移。每次拿一种，刚才你拿的是不是这一种东西啊？是的。那你拿完全一样的东西，能行吗？啊？我拿不一样的。拿这个，这个。都，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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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拿这个，这个，够够，两块。时间很足够啊，如果拿的重量少，到时候你会后悔的。不够回了，不够回了，你就这把不够回你。走，走，慢点，慢点，走。太古联队因为选取原料时耽误了一些时间，这让鱼刺联队得到了赶超的机会。呀，关键人！哎呀，快点人，一二，走，应该没时间了。哎，我看你头发都出汗了，你知道你现在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吗？大麦，大麦，大麦，你们知道你们现在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吗？麸皮，麸皮，麸皮，应该是，走，就了，不要再抓，再抓点，再进，啊，一，一，二，停，一，二，一，二，一，二，还是没走对啊，一，二。好，走对了。鱼刺联队本来已经抢到了先机，但因为大家的步调出了问题，这让太古联队再次掌握了比赛的赛点。不过速度并不代表一切，最后的胜负还得看双方到底选对了多少正确的原材料。我提醒你们一下，你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但是只有最后一次。哪个大麦？大麦拿不对的，马路马路这是要全部需要用的原料吗？是。走，好地上了，小明。行了，你还不如拿起花盆里倒呢，我看你这样。行了，装满花盆。来呀，快跑！为了装满这一袋大麦，太古联队再次落在了后面。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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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别倒了，加油！一二一二一二。快！不过这袋大麦可是双方队员在整个比赛中最沉的一袋原材料了，也许它会左右最终胜负的天平。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拥有多年酿醋经验的高老师。那么高老师，您现在给我们揭秘一下吧，究竟我们山西的老陈醋酿制它的时候需要用到哪四种原料？主要就是高粱、大麦、豌豆、麸皮。这是四种，那您和我一起检查一下两队队员究竟他们拿对了好不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鱼刺队，这个高粱对吧？高粱，好，这个合格。这是豌豆，豌豆，嗯，合格。大麦，这是大麦是吧？嗯，也合格，合格。哎，这是麸皮，四样全部找对了是吧？哦、对。哎，全部找对，高兴吗？高兴。但是我们比的可是重量，
你们拿的队不一定更重啊。我们再来看看太古队的。这边吧。哎，这个是豌豆啊，没错。对了，哎呦，这个麸皮也对了哈。这是大麦哈，还差一样。这个也是大麦。也是大麦啊，也是大麦。两袋大麦，少了高粱，少了高粱是吧？怎么回事？为什么少拿了一样？哎，没看清楚，忘了。着急了。好，那根据我们的游戏规则，他们必须剪掉一袋，我就把这袋给他们剪掉。不要剪这袋，不能剪这袋啊。好吧，不为难他们了，剪掉这个少的一袋。我们首先有请鱼刺队把你们的四种原料拿上来，我们试一下啊。好，8.54公斤，这是鱼刺联队的成绩。我们请太古联队上料。知道答案吗？鱼刺联队，你们的成绩是8.54，对吧？对。太古联队最后的成绩是10.0。恭喜你们获得第一个最快的，恭喜你们的胜利，恭喜你们！互相对决第一轮，太古联队先下一城，1-0领先鱼刺联队。我有个问题，你们这些东西可以酿成一瓶醋吗？哎，这好像差点原料哈。可是提示，如果按比赛规则，我们就赢了。我不服。我也不服啊！看来两队现在已经较上劲了，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的比赛，马上进入第二轮问答大比拼，酿醋知识，我对话。小伙伴一起唱，站在前方。我身后这些大罐子，装的可不是别的东西，就是可以上餐桌的醋。这里面一共有20个罐子，每个罐子里装了50吨的醋，这1000吨的醋啊！据酿醋厂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个月就卖光了，可以见得我们中国人对醋是非常喜欢的。那么今天究竟哪一队对酿醋的知识更加了解呢？马上开始这一轮的比拼。首先有请太古队的队员，醋是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发明的？中国人。回答正确。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啊，开门七件事指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柴米油盐酱糖茶呢？请回答。柴米油盐酱醋茶。回答正确。山西老陈醋是酿造醋，还是人工合成醋，还是粮食酿造醋呢？请选择。粮食酿造醋。标准的山西老陈醋呈现出来的是棕红色、淡黄色还是浅绿色呢？棕红色。请听题，水果可以用来酿醋吗？可以，可以酿出来水果醋。山西老陈醋生产技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吗？请回答。是。回答正确。老陈醋啊，是将陈醋放置一段时间就变成了老陈醋，对吗？对。对不起，你被淘汰了。老陈醋之所以叫老陈醋，是因为它和普通陈醋的酿造的技术工艺不同，明白了？好，请听题，烹制水产品的时候放点醋，主要作用是为了消除腥臭和异味，对吗？对。啊，不是为了提味是吧？不是。一看你就是一个美食家。回答正确。空腹空着肚子的时候喝醋对身体有保护作用吗？能保护胃吗？没有。回答正确。这时候反而会刺激胃酸啊。炒菜的时候放醋以后再放味精，这个顺序对不对？不对。啊，不应该先放醋再放味精是吧？嗯，应该先放味精再放醋。你做过菜吗？没。那你怎么知道这不对？我看过。你看过啊？嗯。那先放醋再放味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味儿就不好了。你回答的对，但是解释的不对。因为啊，
味精啊，在酸性的环境里不容易溶解。正在服用药物治病的时候，这个病人可不可以吃醋？不可以。为什么？啊，没关系，能达到这里就很不错了。这中学化学你会学到啊，因为醋啊可能会改变我们人体的酸碱度，对于吃药的病人不利。回答正确。李欣妮，镇江香醋，江苏的啊，不是山西的了，主要原料是糯米、精米还是玉米？精米。精米是吧？什么叫精米？那叫什么来着？大米。啊，就大米的一种是吧？嗯。啊，也是水稻哈。嗯。那你确定那镇江香醋就是用这种大米做的吗？确定。好，回答错误。正确答案应该是糯米。江浙玫瑰醋在酿造的时候是否添加了玫瑰？是添加了。添加了是吧？不然怎么会叫玫瑰醋呢？恭喜你，回答错了。它是颜色啊，呈现了玫瑰花的颜色。再见。还不知道这道题会不会答对呢？请听题：在酿造过程里加了很多中草药，被作为药醋的是哪一个？四川保宁醋、镇江香醋、福建永春老醋还是山西老陈醋？四川保宁醋是吧？确定？确定。不敢了，不敢了。真的？真的。回答正确。中国的台湾省最著名的食用醋是苹果醋、葡萄醋、凤梨醋还是白醋？请选择。苹果醋、葡萄醋、白醋。白醋。对不起，回答错误。正确答案应该是凤梨醋，因为凤梨是台湾省本地的水果，你们被淘汰了。醋香对决第二轮，榆次联队扳回一局，1-1与太武联队战平。马上进入第三轮，默契大对决，快速搭建陈醋塔。默契大对决，快速搭建陈醋塔。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我们为两队各准备了200个醋瓶子，剪刀每队一把，手套每人一副，当然还有这样一块1米乘以1.1米的硬纸板。规定的15分钟时间内，每队搭建的醋塔越高，就会获得比赛的胜利。但是请注意，最顶端的那一瓶醋一定要把它倒满，明白了吗？明白了。3、2、1。开始。200个醋瓶子如何借助一块普通的硬纸板来搭建高塔？这一方面需要双方队员开动脑筋，设计好高塔底座的形状和大小。另外，这有限的硬纸板怎样使用，用在什么地方也是一个关键。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这个陈醋塔很难说能搭多高。即便是搭建起高塔，也会有倒塌的可能。再拿近一点。好快！万种方法那样割。对呀。老爸。哦，不行不行不行！怎么了？哎呀，就这吧，快！不应该放下头，就这样吧。瓶子给我放下就行。志宝，三个了吧？红心莲走，这，哎，就这。少几个吧，少垮劲了。
副驾驶跟我连。哎呀，你咋的了？有下一台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0分钟，我们来看看孩子们搭的怎么样。快放吧！他们现在已经搭了4层，你们这也是4层是吧？对。为什么选用这样的造型？这样因为3角形。你们还要往上搭几层啊？最少2层。还要再搭2层是吧？还有5分钟，抓紧时间。5分钟应该足够再搭一层的了。还要往上搭几层？3层。这个往上还能有3层啊？最顶上几个瓶子？就一个瓶子，别忘了最顶上那瓶没有负啊，不然没有成绩，知道吗？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看上去两队都采取了金字塔式的造型，而且都将硬纸板剪成大小不同的3角形状用来承重。如果双方都没有什么绝招的话，那么他们的簇塔都将是8个瓶子的高度，对抗也将打成平手。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太古联队终于拿出了自己的绝招。大家仔细看，就是在这陈醋塔的最上面，他们设计了2个对口的瓶子。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两个瓶子的接口却是用硬纸板卷成纸棒来连接的。就凭这一招，太古联队的陈醋塔将比鱼刺联队高出整整一个醋瓶子。不过这也是一个险招，因为谁也猜不到他在倒陈醋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倒塌。还剩最后1分钟，最后一分钟，醋要倒满啊！1、2、3、4、5、6、7、8，8层。你那屎挺好的，就那样吧。10、9、8、7、6、5、4、3、2、1。时间到。1、2、3、4、5、6、7、8、9、10。5、4、3、2、1。8层。完好无损。1、2、3、4、5、6、7、8，8层。刚才太古联队的这座塔借鉴了金字塔的造型，但是在这位同学还没有走下梯子的时候，塔就倒掉了，都没有经过我的验收，可以说并没有成功的完成我们的任务，所以这一轮获胜的就是鱼刺联队同学，恭喜你们！耶！醋香对决第3轮，鱼刺联队乘胜追击，再下一城2-1领先太古联队。我觉得有可能是由于这两个瓶子中间的以纸板围的那个轴，就是你们的特别设计是吧？秘密武器不告诉我的，拿纸板把它这两个瓶子固定住。对，然后当时上面是那个倒醋的瓶子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两个地方圆弧，然后底下的纸又又是一个以轴为心，它又会晃，所以说就导致这个承受不了重量，会倒。哎，最后的时候我倒计时的时候我说的很快对吧？然后我看你那个倒醋的速度加快了，没把稳，没有正中底心。就是它重心一加快的时候，它这个重心一不稳，这样一晃，这里又很细，就导致它上面的结构一下子倾倒掉了，是吧？但这个设计确确实实非常不错哈，很出色。所以有的时候啊，比赛的输赢不是关键，我们的创意才是我们今后腾飞的桥梁。颜料来了，马上进入今天游戏的第4轮，智勇大较量，调出美味，水果醋。来到了老陈醋的故乡，我们当然要用醋作为原料，尝试一下做出一些美味的东西了。刚才我说了，这轮游戏叫调出美味水果醋，我们为两队准备了10种水果，每队各有一袋白砂糖。他们要用这10种水果和我们为你们提供的老陈醋，在规定的20分钟时间内调出自己认为美味的水果醋。这个游戏啊，除了团结协作之外，创意也很重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三、二、一，倒计时二十分钟，开始。哎，咱们是调果汁，不是抢水果啊。挑选了哪几种水果当作为材料？香蕉、苹果、猕猴桃。香蕉、苹果、猕猴桃是你们的材料是吧？对。你们挑选的也是三种啊？啊。每队都选择了三种水果，那剩下那几种怎么办？不要了。对。一会儿我们分了是吧？一会儿分了。好。分了吃了。好，加油。调出美味水果醋，既要考验双方队员的动手能力，同时还要搭配好水果、醋、糖和纯净水之间的比例。可以说，这个环节是一个比头脑、赛手工、拼协作的游戏。切大点，切大点，大点省时间。没了，你这缺呀、啊！不需要了，直接切。对，那个能自动分开。就让那红的啊，白的不要。有个问题，那草莓它就下去了。像鸡尾酒，鸡尾酒，这个你不懂的。没有。再拿过来。你们做的是什么呀？来，给你。先来尝尝香蕉汁。苹果、香蕉汁，那果醋呢？等等，稍等。一会儿还有，一会儿加醋。最后加醋是吧？对。拿出来一点，拿出来一点，倒出来一点。对啊，我们调倒的。那你这样醋这么少，这口感不好，这感觉就没醋味了。那这杯怎么办？这杯倒回去。水果汁没了，你们尝这个料了吗？尝了。怎么样？不错。加醋了没？加了。再往里加。你别那么小气。这么小气？一点一点的加吧。那你也别一丁一丁的加呀。错了。是不是有点太稠了？不行，这没醋味，再加。拼得快一点。呀，放哪儿？把那个整去。这东西能吃的，别浪费。你妈呀！还没进筷子呢。好，这俩果然好用。你们是准备尝一口加一勺醋，还是一下先把醋都兑进去，再往里兑别的东西呢？尝一下吧。哎，对，你们一定要榨够给我们大众评委喝的分量啊！你尝尝，不然人家还没喝呢。你为什么让他尝一尝？那我尝尝吧。我刚才不是他们没喝吗？你把那不要醋和劲儿就行，点儿也不能要。有点酸，嗯，还不还行吧？我喝，你喝喝呀。啊，我等会儿调好这些，哎呀，再加点，再加点，就这个苹果，李总监，好，把这些榨完以后，把这些榨完以后就足够了，慢点慢点，七够了，倒点醋，再加醋，不，糟了，七，六，你们刚才没对其他的吧？四，没，三，二，一，停手。来，先尝尝太不对的。刚买了。少来点。有点太不对的。你们用了什么材料？我们用了苹果、苹果、砂糖，还有水醋。只用了苹果。对。他们的苹果醋什么味道呢？有饺子吗？刚喝醋啊，还行。你的沫还在里边呢。我大概尝一尝鱼刺连队。多倒点，里面有草莓粒儿。哦，这是果粒儿。行了。草莓粒儿告诉你，大家观察一下啊，这个里面看上去像是有蒜蓉。草莓粒儿那是。啊，怎么里边还有西红柿啊？草莓粒儿，草莓粒儿。反正我看到了有香蕉，有苹果，有猕猴桃，还有猕猴桃，还有醋。反正刚才那样的醋我都喝过了。香蕉果
错，它是以香蕉为主料，以水果之王苹果、维生素之王猕猴桃做副料，里面特加草莓果粒，让您更加爽口。这么多水果综合起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欢迎大家前来品尝，谢谢。来，各位评委，看这是我们做的苹果醋，它特别特别的好喝，能帮您消疲劳解烦恼，让您的身体健康一级棒。您看这些苹果醋是红棕色的，有光泽，不光看起来好看，而且喝起来一定好喝。这些醋不仅没有消除老陈醋所有的保健作用和药用作用，并且添加水果后更加清新，消除它的酸味儿。看来大家对自己做的水果醋都相当的满意，芝麻的品尝也没有一个权威的判断。那么两支队伍的水果醋到底谁做得更好一些呢？为了给大家一个公正合理的结果，聪明的芝麻请来了12位酿醋厂的师傅来做评委。现在请两队的6位同学闭上你们的眼睛，静静的等待评委们做出自己的选择。5、4、3、2、1，都别睁眼啊！我问一下，你们觉得你们后面有多少人？没有人。我觉得我们后面有6个人。6个人，你们就赢了，对吗？嗯。你觉得你们后面几个人？超过一半。你觉得几个人？他还是超过一半。几个？具体是6个。6个。好，究竟谁后面有6个人呢？3、2、1，请睁眼。了一票就是，恭喜太古联队获得了这轮比赛的胜利，恭喜你们！耶！醋香对决第4轮，太古联队扳回一局，2-2战平鱼刺联队。现在经过了4轮鏖战，我们场上的比分变成了2-2，也就是说，最后一轮将变成我们的决胜局。你们有没有信心在最后一轮战胜对手？有！我们的比赛开不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好。马上进入我们最后的决胜局创意大测试，这一轮比的可是同学们精心准备的用文艺形式做的一个表演，那就是演绎兔的起源。让我带你去创意大测试，演绎兔的起源。经历了4轮比赛之后，两队目前的比分2-2。马上进入今天的决胜局的比赛，这轮非常关键，同学们也是有备而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2题之前就已经告诉了同学们，要用文艺表演的形式演绎一下醋的起源。两位同学啊，都做了精心的准备，要在这里展开最后的决战。可是究竟谁演得好呢？不由我芝麻说了算。我们在当地的怀仁村小学现场找了21位大众评委，你们在哪里？你们做好准备为他们打分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两队表演完毕之后，我们的21位评委将对他们进行投票，他们会站在他们更喜欢的那支队伍的后面，哪队获得的支持人数越多，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听清楚我们的规则了吗？听清楚了。看来两队都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究竟他们的剧演得怎么样呢？我们共同期待。不过要注意了，时间只有5分钟。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话剧《醋的起源》。我扮演的是9000杜康。我扮演的是9个小精灵。我扮演的是杜康的儿子黑塔。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杜康的人，特别擅长酿酒。杜康的儿子名叫黑塔，黑塔长大后和父亲学会了酿酒的技艺。海当鲁康，忧心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父亲，这是孩儿新酿的酒，把
今儿天气好，就随为父转转吧。是父亲。父亲，您看这些酒糟，留之无用，弃之可惜，孩儿实在不知该如何处置，暂先泡水搁置下了。这个暂且先不管他也罢。父亲慢走。一路天过去了，这一天看似下雨为人，酒糟下精灵偷偷的跑了出来。中信国，即今山西省运城县。留下不堪的人发明了酒。快过年了，杜康对街坊同志们叫去帮忙倒酒。黑糖，过年了，乡亲们都找我帮他们酿酒，家中酿酒的事儿就全靠你了。这酒酿完了，剩下的酒糟扔了怪可惜的，怎么办呢？妈妈，我把这酒糟放进一口大缸里，加些水，盖上盖子，留起来喂马吗？好的。
真累呀、大过年的就是累，我先睡一会儿。黑糖，黑糖，过年了，给我些吃饺子的调味琼浆吧。哦，这不是吗？你的调味琼浆已经在缸里添加21天了，今天的幼食就可以出缸了。是这个字儿的创意是吧？对。那怎么想到这个创意？一起在一块儿，双跑就想出来了。对。啊。一次一次改进，就想到拿个小纸本。谁决定唱歌了？我。为什么想唱歌？
感觉就是让气氛活跃一点，不要老在古代，留在古代。哦，从古到今演绎的过程是吧？对。其实我看出来了，你们仨人里你唱的最好，所以你把唱歌的桥段加进去，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喉。证书就在我的手里，由谁决定谁得第一名呢？就是你们了。一会儿我数三二一，二十一位评委啊，就站在你们喜欢的表演的那队的身后，听清楚了吗？好，请两位队员闭上你们的眼睛，脑子里想着一首特别优美的歌曲，等待结果。三二，开选。哎呦，怎么都站在我后边了？请睁眼。决总分榜，榆次联队3-2战胜太谷联队，获得本次挑战的最终胜利。四个表现都非常的精彩，超乎了我的想象，但是同学们也做出了他们的判断，最终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太谷联队获得了8票，20-3，今天获得第二名，表现非常好啊，你的表演也很出色。通过大众评委的选择，我们互相对决的冠军就是榆次联队同学，恭喜你们！好，拿上我们的证书，好，回家再高兴一下啊！一会儿把角色记得给这10级的评委都分了啊！好，同学们，通过我们互相对决的比赛，大家了解了和醋有关的知识，尝到了醋的味道，自己制作了果醋，同时还演绎了醋的起源，你们开心不开心？也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的话，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的知识，锻炼自己的体能，看看自己有没有团队配合的能力，那你赶快来我们为你们准备好的各种各样特别的现场来挑战吧，挑战大现场就在这里，芝麻等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一起走牵你的手，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